回味两年，傅辛博也带着自己的第二张个人专辑 Mr. X 来到上海进行宣传，而他的现身也吸引了众多乐迷赶来与偶像零距离的接触。现场傅辛博也是尽显亲民本色，与粉丝们打成一片，不仅参与了歌曲接龙，更大方接受了女歌迷的拥抱，立刻就引发了全场的高潮。此前傅辛博在人气节目心跳水立方总决赛中喜获冠军，打败了此前呼声最高的吴建豪。从种子选手到预赛意外淘汰，再到强势复活归来，傅辛博一路逆袭，大爆冷门夺冠，让观众大呼吃惊之余，质疑声更是不断。面对大家的种种揣测，傅辛博的心态依旧平和，直呼这次的夺冠真的很幸运。那天其实对于我来说，我还是蛮幸运的。因为什么幸运啊？那个动作其实我在一开始在练的时候，因为真的很难，那个动作就是你在空中要去平衡自己的身体，包括入水的时候是不太好平衡的。我在当天试跳的那一下，我都把屁股拍得疼得都不行。结果就在比赛那第一跳跟萨乌丁配跳的那一下，哎，突然找到感觉了，然后水花就感觉自己压住水花进去的时候屁股都不疼，哎，觉得第一跳找到感觉了，也就觉得还好。因为当时我想的是，如果第一跳没跳好的话，估计第一轮就没有什么四强名额的事儿。对，所以说那天发挥的算是稳定的。